几次了？哦，就跟你说，唐伯虎那跟你说，周星驰那也不是一般人领教的，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。哎，不对不对不对，我怎么会跟你一起念呢、啊？看吧，这就是周星驰的魔力。好、哦，那你知道九品芝麻官那个姑娘叫什么名字吗？哦，莫非阁下是说如烟姑娘？正是正是，我就是如烟姑娘。如烟姑娘，如烟，让我们欢迎下一首歌《如烟》。喂，嗯，这一首《如烟》就是当一个人已经就是回想他的以往的时候，就会觉得有些事情有些遗憾，或者有些没有做的事情，然后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要把握当下。好，就这样。谢谢。